日本藝人木村拓哉和工藤靜香所生的細女木村光希，自從出道做了模特兒之後就成為人氣焦點。光希這天還應邀來香港為出席品牌活動做準備，而媽咪工藤靜香都有陪女女來做事的。大約中午時分，木村光希就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步出機場抵港大堂。光希見到傳媒就立刻笑著跟大家揮手打招呼，還停下給記者拍照，果然是跟爹地一樣那麼親民。至於媽咪工藤靜香，可能是不想搶女女的風頭，所以特登等光希上了車之後才慢慢走出來，然後兩母女就直接去了影樓做事。工藤靜香還做了攝影師，以媽媽視角幫女女拍了不少工作照。做完事之後，光希就上車跟記者甜笑說拜拜了。